笑话，笑话，哎，真的有要十一点的，大家好，小男孩，你们有没有想听什么歌啊？周杰伦，哦不，五月天，五月天。好啊，就是四个队，五月天，对啊对啊，哎呀，我们都会唱哎。我是怕打扰到大家的精神，听了歌以后就身体不舒服。没事，窗子都可以打开，我就好了。那我就随便唱一两句了。就是我唱那个五月天啊，千里之外。谁唱的？没有没有，费玉清版的。费玉清在哪里？加油加油费！加油加油！觉得最可怕的时候，我开始觉得自己为什么要花钱来这边了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是否还在？今生何来，甚至难再用一生去感慨。Uncle 那我们就先欢迎张老师出场了。